面时间向克劳德·莫奈致敬 Homage à Claude Monet。 他的创作者是华裔法籍画家赵无极先生。赵无极不太喜欢风景这个词，他更倾向于大自然这一表述。他早年在巴黎时曾经造访多个博物馆和美术馆，大量的学习和观摩古典油画。他发现在古典绘画的语言传统中，风景画往往存在边界，画框局限视角。和法国印象派画家莫奈一样，赵无极不喜欢这种被束缚的感觉。对他来说，绘画创作不仅仅是再现艺术家的所见，更是再现所感，看到的、听到的、感受到的以及思想流淌过的。这幅画创作于1991年，现在属于私人收藏。这一时期的赵无极突破了风景的限制，开始了对自然的再现。惠灵时间，法国巴黎。